We present to you today's words of wisdom in Chinese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Alsace, Chinese, English, French, German, Spanish, and Korean. Formosa, 葡文美丽之岛，位在环太平洋火线的西边角，由于地层板块运动不断进行，形成福尔摩沙雄伟的高山、丘陵、平原、盆地、海岸线和一些奇特的景观。福尔摩沙四季分明，气候从热带至亚热带以及温带，有18400多种野生生物栖息于岛内，其中20%以上是罕见或濒临绝种的种类。在这些之中，有樱花钩吻鲑、福尔摩沙山羊、福尔摩沙猕猴、福尔摩沙黑熊、蓝腹鹇、地鼩、雪山草蜥蜴等等。福尔摩沙虽是一个小岛，上天却赐予一连串惊奇和壮丽的自然景观。北起古城镇和原住民部落，绵延的山脉、美丽的瀑布和精雕细琢的寺庙。福尔摩沙森林遍布，有293座山的山顶超越3000公尺以上，地理上的独特可以说是举世无双。六个国家公园提供了多样互异的地理景观。泰鲁格国家公园，两山之间下切的激流形成触目惊心的狭长深谷。玉山国家公园是福尔摩沙最高的地标，玉山也是东南亚的最高峰。雪霸国家公园以险峻陡坡闻名，阳明山国家公园以火山坑和火山湖闻名，垦丁国家公园环绕着福尔摩沙唯一的热带区，洋溢着真正的东南亚风情。金门国家公园藏着传说远久的大理石山脉。福尔摩沙东岸的太平洋拥有着丰富的海洋生态，一群群的平鼻海豚、飞旋海豚、灰海豚和热带斑海豚不时跃出海面。蔚蓝的海洋及壮观的珊瑚礁可在福尔摩沙南端底的垦丁、绿岛与澎湖群岛可以观赏得到。福尔摩沙中部展现出岛上蔚为奇观的美丽景观，粼粼波光的大海、滔滔的激流和绿宝石般的森林。南福尔摩沙南部为岛上的文化中心，仍然保存着大陆先民当初定居此地的传统与习俗。福尔摩沙文化多彩多姿，许多来自不同背景和地方的人都汇集此地，如原住民、早期中国南方福建人、客家移民、河南人、西班牙人和日本人，以及晚近期中国大陆来的移民，都在福尔摩沙的开展史上贡献良多。客家、台湾与中国大陆文化融合了一个丰富而多元的文化与社会，无论是宗教、建筑或语言，福尔摩沙样样俱全。福尔摩沙是一个多元化宗教信仰的地方，有佛教、道教、基督教、摩门教、统一教、回教和印度教，以及本地的一贯道教及其他的信仰。福尔摩沙不仅遵从传统信仰，也能敞开胸怀接受其他的宗教思想，这是上帝恩典加持的乐土。1980年，青海无上师来到福尔摩沙，当他居住在一间小庙时，一群被内在体验指引的福尔摩沙人在暴风雨夜晚要求师父教他们观音静坐法门。自那时起，青海无上师传授观音法门给成千上万的福尔摩沙真理追寻者。观音法门是一种观内在光和音的静坐法门，观音法门是青海无上师慈悲的礼物，分享给这个世界和那些已准备好要重返自己内在天国的人们。除了与福尔摩沙人民分享珍贵的灵性礼物外，青海无上师在许多时机也提供赈灾支援，
和人道主义援助，尤其是在自然灾害来袭时，经由他的爱心典范与高贵行止，我们福尔摩沙世界会会员也热心参与关怀照顾他们的同胞以及世界各地的人们。许多表达关怀的活动包括访问受刑人、照顾老年人与穷人、投入地震、水灾灾民的救援工作、帮助清扫街道等等，一直持续进行中。至今，这些慈善工作和人道活动已成为全福尔摩沙定期的活动。福尔摩沙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修行观音法门，努力修行的功德已为福尔摩沙带来繁荣和富庶。福尔摩沙已在经济自主和经济影响力上赢得国际关注和敬重。由于这些修行人的诚心，福尔摩沙得以享受平安的福报和功德。感动于他们的诚心和对内在天国知识以及开悟的诚挚渴望，青海无上师慈允福尔摩沙求道者的众多邀请，分享他的智慧与真知灼见。我们现在邀请您聆听青海无上师精彩的开示，主题是人生的意义是修行观音法门，1988年6月讲于福尔摩沙。我们的人啊，有的时候比猴子啊更可怜啊。你们有的时候看到那个报纸电视啊，报告那个废旧的情况，有一些地方啊，车子也不能来，飞机不能飞到那边，交通都不方便啊，小孩都饿死啊，都有骨头啊，他那个皮肤啊，是废旧是这样。还有阿富汗啊，还有好多地方啊，人很饿耶，啊不够东西吃，所以地狱在这里也有啊，恶鬼啊在我们世界也有啊，不一定无形的恶鬼，有形的恶鬼也很多。万一我们下一次掉到那种境界，真的太可怜了。所以现在我们很富有，那有钱有智慧，那我想赶快利用这个机会，我们修理，我们准备我们下一次的那个境界比较方便。假如说我们听到台湾呢、不是我们的国家哈，听说有一天呢、地震都是有灾难，我们是不是赶快准备嘛？准备要去住国啊，或是要做什么东西安全一点，是不是这样子啊？那我们应该了解清楚，这个世界啊更厉害，有可能明天应该搬家走了，有可能明天我们死掉了，不安全，懂不懂？师父不是要当人家的老师，我是跟你们一样嘛，我们好朋友，我找到好的东西，我就要给大家分享。我已经醒过来大梦，那我要大家也醒过来，不要那么恐怕，赶快准备，不要等时间到了来不及。因为我们生生世世有关系，因为我们生生世世做丈夫、太太、儿女、父母、朋友、军官，或是很多关系啦，所以我们应该互相提醒，就是这样而已。并不是说师父要当你们的老师，不是要表示我比你们好，我比你们高，我比你们了不起啊，这个没有一点点那种概念。跟师父学也没有什么学，就是有一种系统，我告诉你们，这样你们自己以后自己修下去，也不应该靠任何人，每天用功，以后自己发现得到自己的等级，发现得到利益在哪里，不见师父任何东西，不应该替师父做任何的行动。这个不是师徒的关系和朋友的而已，无条件的朋友。我们世界的老师
叫我们什么东西，我们应该回报，是不是这样子？假如说有一个教英文的老师，我们应该拿钱给他，他来教我们，嗯？有一位叫我们那个中文的老师，我们也应该付钱给他，或是我们的父母付钱给他，然后他才叫我们。不过师父，因为不是你们的老师，所以不应该给任何钱，也不应该欠师父什么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佛心啊，这个万能的力量是你们自己的，而不是我的，只有不能拿什么钱。所以跟师父学，并不是说也跟师父当学生当徒弟怎么样，我们可以当朋友。为什么师父告诉，也是因为有人要知道，然后他们有利益，然后他们请师父去广播给其他的人也知道，所以今天你们才有这个机会听师父讲这个观音法门。什么都是自然来的。请问师父，在梦里犯戒是不是也算犯戒？不算，不算，不要担心。不过我们那个修行很好，到这个程度啊，做梦也就好事，比较好而已。不过做梦不犯戒。请问师父，业障可以洗掉吗？如果可以，那怎么消除或是减轻这个业障？业障可以洗掉，要洗掉业障应该修观音法门。定心的时候，我们生生世世的业障被洗掉了，只有一块那个定业，这个世界的业障我们慢慢处理，处理完了以后就我们走了。只有观音法门才能够洗我们生生世世的业障，不然的话我们业障太多，没有办法用什么洗掉法门。开悟了以后，跟那个太阳照耀一样啊，破掉我们那个暗黑的云啊。意思说印心的时候我们开悟嘛，我们看到光，我们听到佛的声音，那个时候跟日光一样啊，破掉我们的业障，生生世世的业障。在菩提破上论也有讲，看到这个佛光的时候业障都没有了，不是师父讲而已。请问师父，一个无名或是笨的人，或是业障很深重的人，他可以修观音法门吗？或者是观音法门需要智慧高的人才可以修？笨的人是最好可以修观音法门，太聪明的人有的时候有障碍，因为依靠自己的世俗的聪明，依靠自己的能干的能力，会有一点点不谦卑心，有一点点骄慢心。那个维系的骄慢心，并不是说我们故意要有的，而为了社会的那个地位啊，为了人家崇拜我们、尊敬我们习惯啦，就我们自然这个骄慢心会长出来，会障碍自己。而笨的人知道自己笨，那个业障很深的人知道自己业障很深，那个应该赶快修观念法门，表示说已经有谦卑心了，没有骄慢心，这个很大的石头已经被搬走了，所以修观念法门更顺利。他问怎么修行才能破除我执？慢慢来，这个不简单，这个我执最后才能够破掉。因为我们赶快破掉的话，我们世界的工作不能做，没有这个我执不能做事，做事不简单。修观音法门可以得到永远的了脱生死吗？是是，修观音法门当然永远了脱生死，不然的话我不劝你们修观音法门，因为修什么都好，修什么都好，不过修观音法门最好，就是这样，因为才能够了脱生死，保证了最快、最保证、最安全。开悟就是开智慧的意思，对的啦。请问师父，自己吃素，那煮那个荤的给家人吃，这样算不算犯戒？不算，不过
会影响我们修行一点点，会影响。如果没有办法避免的话，那我们应该继续弄。最好就是家庭通通同修，不过世俗而已，没有算怎么样啦。世俗不能成佛啦，世俗就消一点点杀生的这一辈子的业障而已，还有前世的业障呢。所以牛啊马他们也世俗啊，他们不一定成佛啦，应该修观音法门食素才有用，并不是说食素就好了啦。应该了解食素是帮助我们修观音法门而已，如果没有修观音法门的话，那食素帮忙没有多少，有帮忙不过没有多少。请问师父，一心想学佛但是父母反对，应该怎么跟父母沟通？哎呀，真的麻烦。是啊，慢慢来哈，跟他们解释有可能好。所以很多人来逃走要出家，因为没有办法在家修行。如果在家没有障碍的话，在家修行很好。为了那些障碍啊，有的人才发心出家。释迦牟尼佛啊，而被家庭阻挡，他得通通放下国家家庭太太儿子而去出家，很可怜啊。不过我们修行应该勇敢，生生世世都有父母，这辈子不修，下一次也来又有父母啦。父母生生世世都有，我们应该孝顺没有错，不过应该选择净土，应该知道净土修行应该克服障碍，不然的话生生世世都有父母，没有办法走开，一生出来有身体就有父母了，怎么没有呢？所以什么时候能够走，解脱是很难得，父母生生世世都有，你们自己处理。嗯，不过应该有爱心柔和解释，慢慢来他们会了解。请问师父，观音和净土是不是两种不同的体验？本来一样的啦，师父的书也有讲啊，所有的法门啊本来是观音法门，就师父里面解释很清楚。请问师父，打坐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你们修什么呢？注意什么？嗯，我们修观音法门，我们知道怎么修啊，不晓得你修什么法门，要修什么应该问有师父指示，不要乱修，我不能随便这样叫。你要修观音法门跟师父修，你要修其他的法门你去问其他的法师好吧。请问师父，涅槃是什么？涅槃是一种快乐的状态，我们在这个世界会体验得到。如果我们修观音法门的人的话，每天可以体验得到涅槃，是一种快乐的境界，快乐的情况，然后我们死掉了以后，我们永远去大涅槃。涅槃是梵文涅槃啊，快乐，意思是这样。请问师父，佛说修行不生分别心，观音法门有等级之分，怎么样来适应各种种类的众生来修行？当然了，修行有等级，并不是说有分别。你学的时候也有小学，然后高中、大学啊，最高就是大学嘛，最小就是幼稚园了。学的系统是这样，修观音法门也有一个系统。观音法门是不是只是在这个娑婆世界修行，或者是六道轮回的各种众生都可以修？各种众生不大简单修观音法门。不太简单。假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刚刚师父讲那个佛经在里面的故事，有一个蚂蚁嘛，他在那里既为佛出生既为佛往生了，他还做蚂蚁，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那个耳朵那个一样的可以听佛传法，佛就来的用人声嘛，然后传人的语言啊，他们不懂，他们又不能修观音法门，因为也是跟人生有关系，人生
比较简单修观音法门，其他的身体不简单。是是是，对。不过师父讲，师父啊，阿弥陀佛，你不知道这个佛的声音是什么啊，所以是对啦，这个百分之百完全跟你一样讲那个啦，不过你还没有体验得到这个，最少这个地方而已。师父传观音法门的时候，你马上了解这个句话，你刚刚讲是什么意思。哎，你马上了解那个佛音啊，有重重重重的不同的声音，所以不同的众生。所以即使师父去讲经啊，让大家听，不过是很无聊的事啊。因为师父讲经的时候，师父没办法给你们那种体验。传法的时候，师父才能够给那个你刚刚所讲那个佛讲一种声音，不过所有众生听不同啊，就是了。他讲好高兴，所以是，对啦。你们修观音法门，能知道他刚刚讲是什么吗？知道吗？是是。他一讲，我好高兴啊，因为我们都了解嘛。是，这个不能用语言呢，所以很麻烦啊，变来变去，跟那位刚刚先生一样，即使他站在那里到明年了。没办法变过，因为变来变去都是外门啊，外门啊，没有看到里面啊，所以讲没有用，哎，所以争辩了很麻烦的事。我们修观音法门的人同修都知道，我们越修越不想变，是不是这样子啊？是吗？是是。不过师父可以保证你啦，印信的时候你马上了解你刚刚所问所提醒师父那句话，马上了解，因为自己体验得到，真正的是这样，并不是说看经而已。请问师父，我曾经梦见过观世音菩萨来救难，而且他有说一句话，你要常念佛号，不知道这个佛号的意思是指什么？嗯，哦，真的很难讲，所以每次师父去讲经我都怕，因为语言啊没有办法表示师父真正的意义，没有办法表示师父真正的所了解的境界。我知道好多好多，我能讲那么小而已，因为我知道即使我们都有佛心，不过在师父和你们还没有修观音法门的中间呢，好多石头，好多大的墙壁，好多障碍，好多累世的业障，懂不懂师父意思？打电话打不通，因为我讲是有体验，你们听就没有体验。我讲就是我试过饼干，你们讲就是你们念饼干的名字，所以没办法沟通，跟那位刚刚先生一样，他变到明天也没有办法跟他讲饼干很甜。我试过了，因为他没有事，他看那个电视广告饼干怎么样怎么样，他就一直依靠那个地方讲出来。我试过饼干，我没办法跟他讲那个饼干的味道，所以我们两个不大简单沟通。要简单沟通的话，应该修跟师父一样的等级，我是差不多跟师父沟通，跟那个大理念沟通了以后，我们以后才能够讲一样的事情，懂不懂？我们才能够了解一样的那个思想。假如说一位医生啊，他知道啊内在的东西叫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开到过，我们看书听书而已，我们跟一位那个内行的医生辩，那当然不一样咯。最后他有可能摇摇头，他说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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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回去好了听懂吗？嘿，请问师父，在梦中常常梦见佛菩萨，这样子是不是在提醒我们赶快修行，早点成佛？是，成佛菩萨就好像梦中的佛菩萨一样，会有无量光，是吗？是，会有无量光。你梦到佛菩萨，因为你累世有修行，
有供养随托佛菩萨了。现在佛菩萨再化身来给你看，表示说有缘，赶快多修行。每天可以看到佛菩萨，不是等到梦中的时候看而已。我们也变成佛菩萨，不是看到佛菩萨而已，那这样才是最好。不过看到佛菩萨已经太好了，很好了，很多人喜欢看，看不到。我的眼睛不好，又不认识字，可以印心吗？可以。我们有眼睛盲目的学生，我们有儿童的徒弟，刚刚在台中印心，有一个幼儿童，又不能讲话，只有眼睛而已，他体验好好，是不是？你们有没有听？有，是儿童盲目。我们有一个盲目的人，刚刚以前也印心，体验也是很好，不是一个而已，好几个盲目啊，好几个儿童，这个跟修行没有一点点障碍。请问师父，圣经中说上帝拿肉给人吃，然后再把这些人杀了，那上帝如果是佛的话，怎么会把肉给人吃了以后又杀了他们？这个和慈悲心好像有违背。好，不过如果上帝没有给他们肉吃，他们也说上帝没有慈悲心，就什么都不对。因为我们人啊，怎么都会变，要求很多，辩论很多，口才都很好，佛菩萨没有口才，大智若愚嘛，懂不懂？做什么都不对，回答什么都不够好，本来不应该回答才对。讲经都是外门的事情啊，我跟你们报告清楚，等到你们印信完了以后，那个时候才讲内门的事，你们问的问题才真正的有意义的问题，因为已经跑到门里面了，懂不懂？啊，再问啊，这个花是叫什么花？那个麦克风是怎么弄出来？那个法师叫什么名字？在外面啊，没有看到任何东西，不能问什么东西有意义，问的问门外的。所以即使师父回答很多，很多人说师父是辩才无碍，对我来讲是胡说而已，因为都是回答你们好奇心啊，让你们感觉到求道的心增加一点而已，并不是说跟修行有关系，跟生死轮回没有一点关系。有关系是印信以后才跟生死轮回的回答有关系，是不是这样？同修是师父回答听者的问题，并不是说我很快乐很高兴回答，并不是说我懊恼了，不过我知道这些问答也还没有怎么样，即使你们满意也还没有帮助你们什么，你们还没有破开生死轮回，除了你们印信了以后，那个境界才不一样，才知道一点点内在的体验，那个时候才问好的问题，不然的话，不过师父也不能不回答嘛，即使对师父没有意义，不过我也应该回答，让你们道心更增加啊，让你们那个比较了解一些障碍啊，就石头啊弄走掉一点点，这样你们才发心多修行，才能够要印心，以后自己才了解自己的本心，自己才回答自己的问题。佛法说万法唯心造，天主教说上帝造人，这两个是不是有矛盾？没有没有，这两个是一样，这个心就是上帝的意思，如果心造任何的东西，是不是它有跟上帝一样的能力吗？因为上帝能造任何的宇宙万物的东西，比如说它有万能的力量，是不是？那么心一切为心造，任何东西都为心造出来，那个心也是跟上帝一样嘛，懂不懂是我意思啊？有什么矛盾呢？有没有矛盾啊？是，就不同的讲法而已。还有他问，佛说成佛必须修行三大阿僧祇劫，那师父是教我们即刻开悟，这两个是不是一样？一样。如果修阿僧祇劫才成佛，那释迦牟尼佛修六年怎么成？
六祖慧能修八个月怎么成？一样，在哪里一样？因为我们累世已经修了，修好久了，现在在做人，做人最后一世修马上成佛，意思是这样子啦，并不是说赶快现在修。哪里从哪里有这个人生呢？从累世福报，生生世世做功德做福报，修修好多辛苦的那个功德。所以释迦牟尼佛讲跟师父一样，你们现在功德成受了，成佛的那个功德可以受回来了。有一个人他种债嘛，他种好久债才长那么大，现在债已经长大了，我说马上可以试，是不是这样子啊？啊，有些人没有跟师父讲一样，他说要试债的话应该种好久啊，他说我跟师父说我一样不一样？一样，不过现在我的债已经种那么高了。他讲就是讲普遍的那个情况，普通的情况，要种债要试债的话应该种好久，这个对，不是不错，不过我讲也对，因为我债已经长大了，了解不？嗯，请问师父对天主教的圣父圣子还有圣灵的看法？我了解，这个没有什么，这个是对，讲这样是对的。还有他问，天主教和佛教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没有哪里差别，除了我们人了解差别，我们人了解的能力差别就变成差别。对我来讲，天主教佛教没有差别，因为我看透两个一样的地方。请问师父，如果自己吃素，但是结婚的时候请客是请人家吃荤，那会不会有什么罪过？哦，刚刚师父讲了，《地藏王经》里面有说啊，我们为了人家请客，那个人会受业障，何况我们自己请。嗯，不过你们修行应该尽量处理我们的情况，当然修行要牺牲一些事情啊，不然的话我们请客请素也没关系啊。我记得我结婚的时候我都请客请素了，没有请婚了，结婚了以后每次请客也是请素，我想没有障碍吧。我先生是德国人的医生，他比那个中国人还不了解那个吃素的问题，他是科学家啦，他对那个宗教方面啊比较有障碍啦。有学问那些人呢，有科学的那个概念呢，他们不懂是素是荤有什么不同，他们不懂佛教宗教什么东西，他还不反对，他跟我是素，他又请客来是素，他学我怎么读书，我走了以后他每次都读书请他的朋友来是。那我想中国人东方的人跟道德好久已经有关系了啊，跟世俗的概念已经很熟悉了，怎么会有障碍？这个我很惊讶。我们中国人很多人法院嘛，假如说有爸爸妈妈病，那小孩有的时候发愿哈，我爸爸妈妈病好了以后我世俗一个月两个月，有没有这样子那个系统啊？有吗？那这样子是不是通通每天世俗是不是更好呢？啊，嗯，这个表示说我们有承认这个世俗的系统有好处的了。那这样子为什么反对小孩世俗啊？真正的这个世界好可怕。病的时候发现世俗要了脱生死，不应该，嗯，不应该世俗。哎，真的我们矛盾自己的了。那修行又很难哦。请问师父，戒女色是一个很重要的修持，但是怎么用其他的方法代替男女之间的感情？那慢慢来嘛，不能戒是不戒嘛，慢慢的来，不要一下时间，如果受不了那会有神经问题。结婚不是不好的东西， OK， 慢慢来控制。结婚并不是说不好，不然的话佛菩萨没有地方来投胎。嗯，请问师父，古时候的人很少，现在的人很多，
照这个因果来说，应该怎么解释？师父已经讲好了，我们的那个世俗的文明的方面有进步，不过我们精神的方面、道德的方面，好像没有进步，所以因果还在轮回到现在，我们人还是很多。古代的时候，他们业障比较小，他们都超生啊，他们都好多了。我们现在比较多，有可能因为我们应该看我们的道德方面一点点，看近一点点。请问师父，虚空无际就是没有边界，众生无量，法门也是无量，但是这个法门的来源是怎么样？哦，法脉，有告诉你们，不过你们不一定相信了。这个法脉，我们可以说法脉，或是我们可以说佛的力量，或是我们可以说这个道的力量，原本的力量，造化的力量，上帝的爱心等等等等。 OK， 那个上帝的爱心或是造化的力量，它永远存在，没有人生它出来，没有人能杀到它。所以佛教的心经在讲，不生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个就是指这个法，这个本来面目，这个根本永远存在的了，那个力量。这个力量它生宇宙万物，然后它也救我们回来。有这个法脉的人，表示说他有这个力量的意思。我们任何人都有这个力量，并不是说那个人有而已，不过那个人已经发现得到了，已经擦亮了，已经破开任何的障碍了，让他的那个万能的力量浮照出来，跟那个石头里面呢有宝珠一样啊。不过有的石头还没有破开，那个宝珠没有拿出来，没有擦亮，有的宝珠已经被发现了，被拿出来又擦亮，又变成很漂亮的东西给我们装饰。那个时候我们说那个宝珠是金刚很宝贝等等等等，那个宝珠还在石头里面，没有人发现得到，有没有用？没有，懂吗？啊，我们自己有这个万能的力量，我们没有发现得到，所以我们痛苦，我们孤单，我们无助，我们没有力量。什么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力量，我们拉它出来，我们擦亮，那个时候我们成佛，我们有这个法脉。不是一个人能有法脉，好多人能有，只要我们努力修行，就我们有了。所以一位法师有的时候他有好多继承的徒弟，不一定是一个。还有他问，最初继承这个法脉的是佛还是众生？是佛也是众生，因为众生就是这个佛力弄出来嘛。刚刚师父讲那个造化的力量、佛的力量、原本道的力量，都是那个一个，他自己救自己，一切唯心造嘛。我们自己造自己的烦恼，我们自己轮回生死，然后我们自己救自己。假如说饼干啊，试下去才知道它什么味道，不能用口读来讲，即使讲我们会想象啊。假如说师傅说这个饼干很甜很酸很好很补，你能想象啊，懂不懂？不过你自己没有一点利益，你的口啊没有一点甜啊，没有一点蒜啊，没有一点补啊，身体没有壮大出来，所以即使饼干也不能解释，何况无上甚深微妙法呢？师父已经尽量把那个最高等的境界、最不能讲的境界，用这个很有限的语言啊，很不值得的语言啊，讲出来了。如果大家不懂的话，我是不满意，请原谅师父，是我的错，我口才不好，我应该跟你们讲很清楚，真正的我口才不好，因为我没有办法把这个高等的境界
利用我不论怎么好的口才啊讲出来，听懂不懂？我应该抱歉。自己修行，自己了解是最好 ，OK。然后你们知道比师父更好。还有他问：修行观音法门能够超过虚空的境界吗？能够。请问师父，诸佛们他们手指头所比的法子，就是那个手印，表示什么意思？请师父举例说明。好。以我知道来讲，以前没有麦克风，有的时候应该用口音比较。现在禅师们也是一样，你问他修什么法门，他画一个圈，他也是说他修禅呢，懂不懂？有的时候手印描述一个字，一个迷咒，他们自己的宗派的人了解，外面的人不了解。你们会去买书看，有的手印表示那个梵云的字，假如说利哈利哈利的利，懂不懂？我们说喝利喝利的那个，在那个大悲咒有那个啊，黑利黑利啊，那南无火啦，当然多啦，南无阿弥陀佛罗揭谛，那个里面有喝利喝利那个，还有。手印有的时候也对自己的身体也很好，有一些很特别的手印，做观音的法门的时候我们应该用，师父也叫手印，不过我叫最高等最有用的手印，其他的我不管它 OK。 还有他问，一般人打坐的时候做这个手印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哦，有很好的影响，很好。我劝你们通通都应该做手印，包括修观音法门的人。最近师父就叫人家修行打坐以前应该做手印，你们知道什么理由？不然的话，他们乱抓乱抓乱扬乱叫，没有听，是。所以把他的手锁起来，弄这个三昧音呢，教他这样做，他就感觉到有隆重的那个气氛。庄严，是现在应该都做手印了，疫情的时候都应该手印了，所以做手印很有用，很有用。释迦牟尼佛很聪明，他叫人家打坐的时候应该这样弄嘛，那没办法动了，没办法乱学什么法门，乱学什么不专心啊。请问师父，为什么有人在他自己写的书里面自称活佛？那个人是到达什么程度？他说他是佛，那你让他是佛有什么问题呢？他成佛跟你有什么关系？他已经成佛了，应该恭喜他。啊，我在这里问来问去，应该问自己，我有没有已经成佛了？啊，我是不是佛了？我修什么才赶快成佛，然后才能够了解他是不是佛？现在我们听说他是活佛或是活魔，我们也没办法咋咋看，是吗？最好就是赶快成佛啊。那如果他说他是活佛的话，那你问他修什么法门，能不能传给我，我也要成活佛。然后你修一段时间以后，如果没有一点感应啊，没有感觉到自在，没有感觉到智慧跑出来，就表示说那个是活魔。请问师父，我没有印心，但是看过师父的两本书，知道师父小时候也念经念佛，但是我现在感觉师父是博士的博士，师父传的观音法门，他修行以后去的那个世界，是不是和阿弥陀佛的世界不一样？观音法门的境界哈，一样或是不一样，就是靠我们个人的那个期望。有些人喜欢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他从小修净土习惯了，他放不下西方极乐世界，那他修观音法门的时候他会到西方极乐世界。假如说有些人不喜欢西方极乐世界，而喜欢王母娘娘的那个境界，那他会跑到王母娘娘的境界。有些人喜欢其他的境界啦，东方药师佛的境界，他会跑到那里去。所以看个人的那个喜欢啦，OK。
天。还有他问，开悟了以后，他的见解、思想还有疑惑都还没有断，这样子能成佛了脱生死吗？不行，成佛以后就不会怀疑那么多了，那个见解也改变了，当然了，不一样了，跟以前不一样。还有他问，怎么修才算是此生已经修好了？还有这一生一定能修好吗？如果修不好，是不是下一世再来修？修不好，不一定下一世再来修，看你的信心怎么高长。假如说我们修观音法门的人啊，得到第二个世界的话，一定不再来了，一定不再来。从那个地方修上去，师父会在那个地方再教他们，然后再教他们，再教他们到那个成佛的等级。因为回来这个世界很难修啊，大家都说我世界很好修，我感觉到好难修，太痛苦了。一个人就好多人共起嘛，爸爸妈妈、丈夫、太太都绑很清楚哦。所以即使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修不好，因为名师他也不忍心让我们再来，这个也是看我们怎么努力。即使我们修不好，不过我们很诚心、很努力、很相信的话，他也会帮忙我们。因为一位名师功德无量，他的力量不可思议，他要盖马就盖马，他没有法律，没有法律可以控制他。不过我们应该相信，应该有信心，应该诚信，他才能够帮忙。我们不应该回来。请问师父，吃肉边菜算吃素吗？不算，不算。还有他问，我个人修是不是能改变他反抗心很强的那个孩子？如果他自己修的话。有的能改变，有的不能改变。有的是刚刚从地狱出来的，那个鬼心啊、恶心啊还不断掉啊，头啊还很硬。不过有些小孩做人好几次了，比较柔和了，那可以变改。请问师父，正法和相法应该怎么解释？正法就是一位名师还在世的时候，从他的经口讲出来的法门和教理和教法，那个就是正法的时代。他走了以后，他的徒弟崇拜他的法香、教香、吊歌香，还有读他的留下来的教理，那个时候是叫相法。然后上百年到五百年以后，名师走了以后，那个时候他的教理都好像被破坏了，被燃暗了，没有那么单纯了。还有他的法相也只有法相而已，他的法脉要断掉了，走另外一个地方了。那个对那些徒弟那种宗派来讲，这个魔法的时代。请问师父，有一本经叫做《如来现象品上说》，它上面说如来经过的地方啊，一切的那个丘陵还有水沟山谷都会变成平地。那旧约上也有那个预言说神子降生的时候也有相同的情形，请问这个是真的吗？会变成跟高速公路一样那么平，比高速公路还更漂亮啊！不过我们应该有法眼才看得到，不是用肉眼看的啦。所以刚刚师父讲天主教和佛教同样嘛，一样的啦。现在刚刚找到一个同样的那个思想啦，因为名士走到哪个地方，那个地方变不一样，变改了，也福报很多。以前没有水，现在水很多；以前人很小，现在忽然人来很多；以前没有家，现在又盖好多。假如说这样，这个是物质的改变的方面，无形的改变的方面，哇，水多水多。我们应该用无形的眼睛来看得到，因为名师走过去这个地方的功德。这个讲这个事情很正的啦，师父也有讲过啊，真的有不是没有，不过我们应该修行才看得到这个东西。
中国古代有一位高僧，他说法的时候石头都会点头啊。还有弥勒下生经上面说，弥勒佛降生的时候树木会穿衣，真的石头会点头树木会穿衣吗？这个是真的还是也是一种境界？真的，不过也不是真的。嗯，应该了解。不是那个石头啊点头哦，我们这样子看得到，不然的话释迦牟尼佛讲法的时候就没石头点头，那他比那个法师低等级啊。那个石头并不是说石头啊，石头里面也都有灵魂的，石头点头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气氛。因为我们修行好的时候，我们会发出一种不可思议的气氛，我们会影响物质的东西，是否有体验过了？不是石头点头而重啊，它自己摇铃声啊，自己铃铃，我们徒弟都体验得到这个，有没有？有。是，不一定是那个道义法师才有这个能力，我们现在修观音法门有这个能力。感谢您观赏今天的智慧之语节目，明天请继续收看青海无上师另一场精辟的开示。接下来是艺术与灵性，由无上师电视台独家播映。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on today's Words of Wisdom. Please tune in again tomorrow for another insightful lecture by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 Up next is Journey Through Aesthetic Realms, only on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